好，哎，大家好，我们子欣老师有在线上了吗？到了，好，刘老师，子欣老师，拍谁哈？那个时间刚忘了，时间有点耽误。没问题。那待会就要麻烦你哈。好，那同学都在线上了吗？我们现在线上有扣掉两位老师，有16位，今天有，应该是都在线上。那你先跟刘老师报告，我们今天有同学请假哈。有是，的，好像有2位、3位，好，跟你报告一下。是，没问好，题。那我先帮忙引言一下哈。那个，我们今天非常难得，我们邀请到国立台湾大学经营管理系的刘子欣刘教授哈。那今天刘教授会跟我们讨论的是一个执行研究的精要。其实我们常说，我们有时候会，我们都是商管学门嘛，有时候会说什么管理是门艺术。我觉得做研究更是一门艺术。那如果我们认同这个说法，那刘子欣刘教授在老师的心目中更是一位做研究的艺术家，哦，是一个大家哈，不是那种所谓的匠师而已，哦，因为他把所谓的他对一些对人文的关怀，或者说对一些宗教信仰的东西，都融在包括在生活啦，在研究这个部分，哦，那他也是老师很尊敬的一个前辈，一个教育者，我们敢哦，当。那我希望同学要珍惜这样一个机会，哦。那也跟那个子欣老师报告，也许我待会就先下线，好，没好，问那题。麻烦你跟我们同学做一些分享哈，不一定是很严肃的上课方式了哈，就是聊聊，然后同学有什么疑问，我想那个子欣老师愿意特意拨冗时间出来，就是站在很愿意提携大家的这样一个角度，这样一个立场，好，所以同学有什么好奇，我想也都可以提出来对话，好不好？那我们就以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刘子欣刘教授。好，大家好，谢谢。好，各位同学们，大家好。今天呢，很高兴哈，在线上来到昆山科技大学，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分享我们在执行研究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想法，以及怎么样有机会、有可能的话，帮助大家再往执行研究再往前走一步哈。那这是我今天在这2个小时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重点哈。那么待会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自己。那同学们，今天我知道好像有些同学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哈，也不见得能够很方便的发言，对不对？有可能是这样子哈。所以大家都会使用那个讯息串的部分吗？通话中的讯息，大家都会用那个本吧哈。会如果有任何的想法。请大家可以在讯息串提出来，或者是说你可以发言，方便发言，那你也可以直接就举手，我们就来做进一步的讨论哈。就诚如泰和老师刚刚的介绍，希望2个小时当中能给大家比较轻松的方式来做进一步的学习哈。好，来，那我就先自我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大家都是第一次见面哦。刚刚可能很多同学们，现在有人在慢慢进来了哈。刚刚大家可能很多刚刚下课，应该是这样，包括我自己刚刚也是，是刚下课哈，所以我们在线上呢，虽然不比在实体的环境当中能够直接的面对面，但是也请大家如果任何的问题都不用客气，我们做进一步的交流。好，我先把我的投影片呢先放大，让大家能够看得更清楚一些，稍等我一下哈。好，现在大家有看到投影片了吗？哎，有吗？有，有哈，太好了，谢谢。好，我的声音清楚吗？我的声音清楚吗？清楚，谢谢。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执行研究的精要的分享。好，同学们可能在课堂上也上过了泰克老师，现在可能是执行研究已经到了学期中的部分。今天在我们学校已经进到第10周，我想各位可能也差不多都上了一半的课程哈。那待会呢，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到底执行研究我们到底在关心什么事情哈。就诚如刚刚泰克老师刚刚所提到的，执行研究其实上应该是一个相对照在我们谈。很多同学可能，也许有人是用统计量化的方式在做你的研究的论文，那另外一部分有些人可能是在做执行研究。那执行研究有一个说法呢，有一本书叫做《不用数字的研究》，像这本书大概就可以去表达了执行研究的那各位可能也会好奇说，不用数字还能够研究吗？大家可能觉得老师不是应该要做什么客观一点的研究吗？不是应该要有数字来说话吗？好像应该要这样子，对不对？
好，那么有一派的人可能会这样想哈、哦，外执行研究呢，我们更关心的事情很多是在我们看到的一些的故事，或者是一些表层底下的一些真正存在的根本的一些机制或者是问题，能够把这些东西能够带出来哈、哦。这个是我们今天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执行研究哈、哦。我的投影片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自己，让大家稍微认识一下彼此哈。我在2005年的时候拿到博士学位哈，在清华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在2005年2月到2008年的7月，我在大业大学服务的3年半，后来来到台南大学哈。那之前在我们系上担任过系主任的工作，还有 EMBA 执行长的工作。那现在是我们在经管系的教授哈，这样的一个职务。好。过去曾经在教学的部分过两个奖项了，是我们台南大学的教学创新奖，一个是在策略管理的部分，另外一个就是在企业啊分别拿银奖。好，我自己所教的科目呢，在除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执行研究这个部分以外，另外我在博士班最主要专长还是在策略的发展哈，所以在我的执行研究的议题上面，我们很关注的是一家公司的发展。一家公司的策略规划，一家公司怎么样经营管理做创新的部分哈，所以像这样的议题，事实上在我们看到管理的领域当中的研究，有很多的学者呢会朝向量化的方式来做，发统计，用量化发问卷的方式去分析。那另外一部分有学者呢就会从个案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今天同学们我们在执行研究当中会常常用到的一种方法，所谓的个案研究法。好，另外呢，在企业伦理、组织与社会，还有这几年我开始在教创相关的课程。好，现在呢，我们一起走进执行研究这个世界。好，我想先让同学们稍微暖身一下，好不好？当你想到执行研究的时候呢，通常你会想到什么？我现在先请同学们把你想到的第一个联想的一个名词或者是一个动词也好，好不好？请大家呢就在你的讯息串上面先让我知道一下你想到了什么事情，好不好？来，请开始，都可以哈。大家，你如果上过泰卡老师的执行研究，你第一个联想到，当有人跟你谈到执行研究，你会想到的事情是什么？啊，很棒哦，好。哎，大家的反应很快哈。滕汪说是一堆数字哦，执行研究你会想到一堆数字吗？好，团体讨论。访谈，访谈，深入访谈，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什么是你想到执行研究，你就会想到这件事情？没了。好，没有了吗？哦，研讨、行动研究、执行研究、访谈、个案研究，好，很好。我们一共有十几位，18位同学，是不是？好，深入，很好。行动访谈，好。所以点出了重要的部分，好，精英访谈、行动研究是。做研究这件事情真的是要采取行动，对不对？要能够去看到我们所关心的对象到底在做什么，在想什么。焦点啊，焦点群体访谈吗？好，还有没有？深入访谈，对，访谈是在执行研究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研究方法，是我们在收集资料的一个方法。好，相对于在量化研究里面做问卷调查，在我们做执行研究里面、个案研究里面，访谈这件事情是重要。待会会谈到我们做访谈需要注意到的哪些的部分。好，好，我们就先到这边打住一下。哎，好，焦点群体访谈。好，大家很关注在访谈这件事情。好，我们稍微暖身一下。好，我们来进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单元。好，我再把投影片再播放一次哦。好，他又跳到前面来了。好嘞，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做研究这件事情哦。
就像这张图片一样哈，我们可能知道前进的方向，我们知道要往前走，往前走。对，各位要毕业呢，可能也要一直往前走。但有时候我们并不清楚，知道应该要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哈。其实这跟我们的人生很像，我觉得做研究这件事情，有时候它是可以对话的。当我们知道人生要不断的变得更好，要往前走，可是有时候在那个当下，我们有时候并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它才是一条绝对对的方向，好，或者是应该怎么做才是一个对的做法。好，研究好像是这个样子，哈，这是苏轼的一首诗，对不对？题西林壁这首诗，哈，那各位可能在国中的时候也读过这首诗，应该也非常非常的熟悉。研究好像是这样哦，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好，是不是像这个样子？哈，我在这里放了三张的图片，看到的好像他们有点像，但是有一点不太像。所以每一个人来看研究这件事情，好像角度都不太一样哦。同学们，刚刚有人看到了哦，好像是要一堆的数字。啊，如果做统计，你可能真的需要一堆的数字去帮助你去做分析，跑统计，看它的跑回归，然后看它的有没有相关。那么，如果在执行研究里面出现数字，也有可能哦。那这个数字可能是提供你一些相关的背景的资料，比方说，当你研究一家公司的时候，你会看到一家公司的财务的状况，那在这几年的表现如何？你进一步去解释哦，为什么这家公司的表现可能是往上，可或者是往下走？好，所以每个人看到的角度都不太一样，所以对于研究的解读好像也不这么相同哈。那么在各位进到硕士班的这样一个阶段，好，各位可能跟大学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说，硕士班的同学，在你想想看，你回到你大学的时候的生活。那大学如果要做管理研究的相管理的个案的报告，各位可能早期如果还没有网络之前，我们可能找书、找杂志。那现在有网络，我们可能会把很多网络的资料搬过来一起整理一下，然后做成投影片，我们就去上台报告了。哦，大学可能是这样，就报告完了。哦，我只把我看到的东西拿来做报告就结束。可是，在做研究这件事情，各位从硕士以上。我们基本上都叫做研究生，对不对？好，我们可能是日间班的硕士班研究生，也有可能是博士生，也是研究生。所有在做研究的，包括像老师也是一样，大学的老师也都是一个研究者。那研究者这件事情，你基本上你应该会跟理论有一些的关联，好。所以可不可以不要排斥理论呢？好，马克思韦尔是。苏格兰的数学物理学家，如果这边有同学们是过去来自于光电的这个系所的话，他的马克思韦方程组是在整个光电或者是电磁学领域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程式，不对？好，那他讲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没有比好理论更为实务的东西了哈，所以各位，这句话告诉我们说。理论这件事情，大家通常都会觉得，啊，老师这个东西好像是学术里面象牙塔的东西。你跟我讲这么多，其实我没有太多的兴趣想要听，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哈，可能是对不对？现在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哈，所以你可以选一或者是二选择题。一是你认为你自己呢是实务导向者，请选一，等下写一哦哈。那如果你认为你自己是理论导向者，请写二，好不好？来，我们请大家稍微来做一下回应哈，来热身一下，来。好，一是你是实务导向者，如果你认为你是理论导向者，请你写二，好不好？哦，目前为止都是一耶，哦。好，一，好，都是一，嗯，好，一跟二啊，很好选哦，哈。好，我们来找一位同学说说话，有没有人可以说话的？玉倩，你可以说话吗？你方便说话吗？可以，可以哈、哦。好，我可不可以麻烦玉倩来讲一下，你为什么认为自己是实务导向者，好不好？实务导向者，嗯，
可能只有一件事情的话，就是可能会做的话会可以知道怎么做，但是要用理论下去讲述的很清楚的话，可能比较没有办法这样子。先开啊，好，谢谢玉倩的回复哈。我们对于很多食物的时候，对于食物的一些分析状况，通常我们都会认为自己是一个食物导向者哈。为什么我会问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其实最早不是我问的哈。这个问题呢是来自于哈佛商学院的一个老师哈。那这个老师呢，各位也许听过他的名字，他叫做克里斯丁森，有没有听过这个人？我写一下。克里斯丁森有听过这个人吗？这边有人写二，好，有两位，待会我们再请他分享一下。好，克里斯丁森是在我们创新这个领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位大师，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创新的两难》，有听过这本书吗？有听过的回复我一下，说有或有吗？没有，好，没有，好，他一共写了三本书，一本《创新的两难》。一本叫做创新者的解答，一个叫做创新者的修炼。好，谢谢静祥的回答哈，谢谢理事长哈。那么这三本书呢，就奠定了他在当代创新大师的地位哈。那他在1997年开始写了这本书《创新的两难》，之后写到2004年就完成了三本创新大作，《创新的两难》、《创新者的解答》跟《创新者的修炼》。然后到了2010年的时候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知道这本吗？好，写了这本书。那么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他在学校里问同学，哈佛商学院的学生哦，哈佛商学院的学生大概像各位一样，都是有工作经验的人，然后回到学校来。那老师在课堂上就问大家：你们觉得自己是实务导向者呢，还是理论导向者？多半的学生都跟各位同学们讲的是一样，都说自己是实务导向者。好，这个答案老师大概也可以理解，因为大家都是来自业界的嘛，如果宣称自己是理论导向者，好像我自己走不出这个学术圈了，对不对？那么其实某种程度来讲，学术好像被污名化了，好像这个东西没办法用。后来老师跟他们讲，其实你们大家呢都是实务导向者，都是理论导向者。为什么老师会这样说？他说呢，其实各位你们想想看，在你们生活的日常当中，你们应该慢慢发展出一套模式，能够让你在工作当中把事情处理得很好。你可能会教你的属下，遇到这件事情，假设你是一个行销业务的一个经理好了，你要带着底下人做行销业务的相关的工作，你可能会有自己一套逻辑，怎么去教底下的人把这个工作把它做好。在你的时间轴上面拉开来看到你很多很多的经验，然后你慢慢的萃取出一些你人生的一些的精华。好，那这个是什么？简单来说，它就是理论了。只是这个理论呢，它没有被写在你的硕士论文当中，没有被发表成学术期刊的论文，以至于这是你自己在用的一套理论。换言之，我们从实务当中看到很多纷乱的一些资讯，或者看到很多的事情，那么如何的抽丝剥茧，最后化繁为简，变成一个有条理、逻辑、有系统的东西，这个就是理论。只是这个理论没有被发表在期刊上面，不是广为人知，但是对你来讲却是一套非常好用的方法，可以帮助你自己解决问题，也同时帮助你的同事把问题解决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克里斯丁森说，大家其实都是理论导向者，我们都是在从繁复的资料当中把它化繁为简。各位，你在写论文其实不也是这样吗？各位再想一想，你要写论文这件事情，老师会说你去看一些相关的资料吧，有没有去看啊？你跟老师 meeting 的时候，老师问说你上个礼拜看了什么资料啊？你研究台积电好了，你看了台积电最近它有什么样的新闻啊？它过去是怎么样？为什么变到现在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变成是护国神山啊？还是它过去一直都表现得非常好吗？你过去到底看了什么相关的资料？好。这么多的资料在你的手边，好，放在你的满桌子上都是。那接下来你怎么样把这些资料消化完之后，跟老师说，老师，为什么台积电从过去到现在它变成是一个护国神山？我告诉你它的逻辑是什么。哦，它是如何做这个部分的？
它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第四阶段有各自的什么样的重点吗？它的资源是怎么样配置的？它的能力是怎么样一点一点的去把它建构起来的？好，当你能够说出这一套东西来，你就在建构一个理论了。所以当你在跟别人解说台积电如何成为台湾的护国神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把你这套逻辑说出来，这是你的理论了。所以各位，理论呢没有想大家想象中的这么遥远，或者是这么可怕，或者是它应该跟我们成为是陌生人，没有的。我们生活当中其实都在建构这样一个东西。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今天就跟大家、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来聊一聊。我之前呢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我在清大念书，那么我们老师在上课，上 EMBA 的课、哦、那有很多的学生是来自于竹科，好，那其中有一位学生呢，他是来自于某一家半导体设备厂商啊，他是一个业务专员啊，他在底下的人去怎么样去销售他们的半导体的设备。好，他那时候跟我讲，他说子欣，他说我上了老师的课呢，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哈、啊，他说我过去呢，我因为我他觉得他自己还蛮厉害的哈、啊，因为他要带底下的这些的销售业务销售员怎么去卖这些东西。所以他本身是学机械的，但是他没有学过相关的行销的部分，那他要怎么去带这些底下的人呢？他说他还没上过课之前，他就自己去发展一套所谓的如何销售的一些的技巧，或者是一些有些的逻辑的概念，然后一些系统性的观点，让底下的员工知道要怎么去做这件事情，他变成他自己的一套教材。后来他跟我说，他说子欣，我到了学校来上课之后，发现到天哪，这些东西很多时候都是已经在教科书里面已经有的，可是我以为是我自己的创建，是我自己所发明出来的东西。原来有些教科书东西讲起来好像比我的还要更严谨，那甚至我只要把教科书做一点修改，就很适合在我的业界里面来使用。好，这个是要跟大家讲的咯。刚刚马克思威尔讲的，没有什么比好理论更为实务的东西了，也就是这个好理论基本上就是建构于我们自己所看到的实物的现象内容，从实物的现象内容当中去产生出我们那个理论。好，这个部分大家有没有问题？可以理解吗？可以哈，好，来，我们 OK， 谢谢传人哈。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投影片的部分哈。它都会跳到第一页。好，来，好，这位呢就是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那位创新大师，叫做克里斯丁森。他说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呢？好，他告诉他把这个好理论的部分再一次告诉我们哈，就是在课堂上问同学，哈佛的学生这个问题，你们是理论导向者呢还是实务导向者？他说呢，好的理论应该适用在各种的情况，也就是呢，他可以解释这个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并且告诉你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一种结果。好，而且呢，好的理论可以帮助你做分类哦，这是 A 类的公司，这是 B 类的公司，这是 C 类的公司，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这种经营模式，为什么可以分成这三类？而且它可以帮助我们做解析以外，它还帮助我们去做一些预测，这样的模式如果往下发展，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另外的模式发展往下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因为我们过去的理论的建构先告诉我们它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一个有品牌的公司应该一个没有品牌的公司在未来发展上面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这在过去的学理上面已经做了非常多的讨论了。所以你把它放到实务上面来看，一个有品牌的公司它在发展上面它可能有机会广为人知，但有可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在品牌经营上面还是要格外的小心。但相对来讲，一个好像没有品牌的公司看起来好像比较安稳啊，不会有这样的其他的品牌的风险，但是在经营上面它也会有它的成长的瓶颈。就在学理上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理论实际上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很多，不一定要自己亲身经历了才会知道哦，原来这么痛。那么克里斯丁森呢，他告诉大家说他曾经有很多的一些的像你们同学们都是来自于业界的一些的学生，问他一些相关的业界的经营上的问题，他自己去带的一些的
啊，比方说在 Intel 去帮 Intel 去做一些企管顾问公司的这种谘商的部分。好，他说如果有人问我某一个问题，他的做法是这样子，他说我很少直接去回答啊，我不知道你们同学们问老师的时候问老师一个问题，老师会不会回答你。他说反之我会利用一个理论不断思考这个问题，如此一来我就可以知道如果依照那理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并跟其他的方式来答案来做一些的比较，哦，可能会知道比较完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差别。接着我再进一步解释那这种思考方式对他们的问题有什么帮助。他说我担心他们不了解，我会再拿另外一个案例不同的产业来跟他做一些说明，经过这样的方式透过一些理论的一些引导，然后从不同的个案当中做比较，一般来说很多人开始慢慢了解了，接下来大家就可以开始自己去找答案，然后提出一些更具洞见能够提出一些问题核心的部分。各位写论文其实也是这样哦。好，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假设你想要提出一个研究问题啊，假设你想要研究为什么台积电，刚刚讲台积电为什么是护国神山啊，或者是问说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 Netflix 的这个鱿鱼游戏啊，为什么现在这么的红。好，假设这是一个研究问题的话，哦， Netflix 的鱿鱼游戏代表是什么样一种现象，很适合执行研究来做，对不对？好，我们就说啊，到底用什么角度来看呢？有什么理论观点呢？哦，是这家公司的什么组织文化特别的跟人家不一样吗？所以可以创造出很多的很红的一些剧吗？还是说这家公司的核心能力很强呢？这家公司用的人才是非常顶尖的人才呢？好，我们可以从不同的理论的观点来切入到这样的一个议题。好，怎么认识执行研究这件事情？简单来说，研究这件事情就是英文嘛，我们先看英文，其实就很容易破题了哈，叫做 research， 对不对？那么 research 其实如果把它拆开来看的话，前面的 RE 代表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去做搜寻、做 search 的事情，也就是我们不断去寻找答案哈。一开始我们有很多的资料，然后帮助我们去做分析，分析完之后找到真相，进一步能够产生知识。好，什么叫做执行研究？哈，有人说哦，它不是透过统计，不是透过量化方法产生的研究。那有人说执行研究是什么？各位如果注意到，在这一行里面，我们所看到的肖若琳老师，就是我刚刚讲到的那本书《不用数字的研究》的作者啊。肖瑞老师是来自于，他是台湾人哈，那他后来到英国去念书啊，毕业之后呢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去教书，后来被政大请回到政大科管所去教书哈。啊，他在台湾来讲算是执行研究里面，我们说管理学的领域当中算是一位非常杰出的一位学者。好，他的这本书呢，其实本质上也在台湾我们说执行研究里面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它的书名就叫做《不用数字的研究》。所以各位同学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不妨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他说执行研究呢是一种以文字修辞来说服人的方法，它必须以丰富的文采令人反思习以为常的价值观，这其中是一连串说服的过程。所以代表是什么？这里面各位说服把这关键字挑出来，还有文字修辞这件事情很重要。各位的文笔好不好？要常常练习写作，对不对？各位 FB 上面可能也常常在写作哈。那么在写的时候呢，其实他告诉我们，执行研究基本上你从写第一个字开始写到最后一个字，这整个过程当中你都在说服你的读者相信你所说的论点。好，那很多时候是我们本来以为是这样，但其实不是那样，那这个时候你就更需要所谓说服的一些的能力。那我的老师叫做洪世章老师，就第三点哈，他告诉我的一段话，这段话是我在博士班的时候常常遇到的一些状况。也就是说在写论文的时候，我每两个礼拜或是每个礼拜跟老师 meeting 一次哈。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多久跟老师 meeting 一次，可能还没有开始，对不对？因为你们好像是硕一，对不对？好，所以当我开始跟老师 meeting 讨论论文的时候，我的老师常常会告诉我说你写这样是不对的哈，然后叫我回去重写。好，有时候我们会揣摩上意，到底要重写到哪一个方向才是老师要的嘛。好，那么有时候好几次写都不是老师要的，有时候你真的会耐不住性子问老师说，老师那到底应该要怎么写才
是对的哈。所以我的老师告诉了这句话啦，他说：“哦，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要如何写才对，重点在于你要想办法写出来说服我。”好，也就是你的我刚刚讲那个理论的部分，你自己所建构出来那个理论，你根据你的研究的资料所建构出来那个理论，你能不能说服你的读者？好，所以老师其实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是对的呀。也就是说，你的逻辑如果是顺的，你把你老师说服，那这个逻辑是可以被接受。好，在执行研究是这样，执行研究是一项发现的历程，重视人类生活各层面的相关性。好，我讲两个对照的例子。好，执行研究迷人的地方，好，我先把迷人加引号哦。执行研究为什么这么迷人呢？好，有一个人说了，他说：“我告诉你哦，你要毕业，要快点毕业的话呢，不要去做统计，做执行研究比较快哦。”好，有人说：“为什么？”说呢，你随便去访谈几个人呢，你叫他们讲一讲话，录音完回来，你打成逐字稿，就一大堆文字啦，你的论文就可以厚厚一大本了。哦，听起来好像还不错哎，对不对？好，真的吗？他说：“对呀，当然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毕业的嘛。”太好了，我也要做执行研究。各位讲到这里，有没有人想要说：“好，老师，我就接下来就是我要做执行研究，因为你这样讲，有没有人这样想到的？”好，有没有？我们看一下，其实在做执行研究这件事情，有很多不同的切入点哈。我没办法同时看到大家的画面，然后又看到投影片啊，这个对我来讲比较辛苦一点。我看一下哦。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就请让我知道一下哈。好，来，刚刚是把执行研究迷人的地方，两个字，迷人加引号。那现在呢，做一个对照，哇，迷，同样一句话，我只把迷加引号，那是什么意思啊？有人说，为什么你们都用数字，不用数字来说话呢？不用数字看起来太主观了，对不对？有人说你们是在写杂志的文章吗？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学术的论文。还有人说，哎呀，你要写这种看起来好像很有学问的那种写作风格吗？文笔要好吗？不是吗？为什么你们要写这种东西啊？说实在的，你到底在写什么？看都看不懂，看了就很想睡啊，怎么会这样呢？好，问题出在哪里？从几个观点来看，第一个呢，是从读者的角度来看，读者呢，多半我们过去受到很多的训练，都是从统计量化的角度来看研究啊。如果你从统计量化来看执行研究，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又不能推论，对不对？统计呢是要从样本推估到母体，执行研究你就只是一个个案嘛，个案 case by case 又没办法推论，又不够客观哦，像是这样子来看的哦。甚至有些读者呢，他根本不太想去管执行研究的人到底在做什么，那是你们家的事，你们做执行研究那是你们家的事啊，我做的是量化研究，而且在管理的研究里面，量化好像是主流啊，执行研究好像是一个旁门左道啊，哦，所以有人不太想要了解执行研究。从作者的角度来看，哦，作者自己本身也要负起一些责任哦，因为你自己看不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看不到一个有趣的问题，甚至呢也理不出一个简明的论述。我们刚刚讲理论的重要性，如果我们自己都说不清楚，那也很难相信别人也能够听得清楚我们在说什么。第三个，执行研究讲一个故事，如果你说不出一个动人的故事，也就是说通过理论的穿插把这个故事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自己都说不清楚，别人大概也没办法了解。还有为什么真正进入到执行研究的领域会有点难哦？因为我们过去所受到的训练基本上都是统计量化的思维啊，包括虽然我现在做执行研究，可是你知道在我大学要考硕士班的时候，学校考的是考入学考，考统计，然后等到硕士班要考博士班的时候，入学考试也是考统计，所以不会有人考执行研究都是什么考试科目的，但统计好像在很多学校都是入学考试的必考科目。也就是说，我们受到长期统计量化的这个思维，于是我们要很习惯的是，我们要去验证哦 ，S 跟 Y 之间有没有关系，对不对？当我的服务态度越好，我的服务的品质越好，我的顾客满意度会不会越高啊？我看这两个概念之间有没有关系？
然后我做进一步的推论。哦，如果有服务品质越好，顾客满意度就会越高。好、哦，那我就看，不管餐厅是这样子也好，饭店也是这样也好，都是这样。只要服务品质越好，顾客满意度就越高。哇，很棒啊，这是一个可以做推论的研究。所以，当我们习惯以客观是我们思考的原则，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研究被认为说太主观了，那是你自己个案自己讲出来的东西，自己发展出来的理论太主观了，哦，别人可能就觉得你那个不是研究哎。因为我的老师曾经碰过这样的问题，我也碰过这样的问题。那么执行研究者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呢？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刚刚讲到的学历素养。所以各位、不管你是走人力资源的也好，你是走、这个组织与管理的也好，或者是你是走策略的也好，走创新的也好，或者是走行销的也好，不管是在哪个领域，要切入到执行研究，你对学历本身要有一定的基本的了解。那接下来就是你对理论跟实务的敏感度。那这个部分通常我觉得一般研究生来讲一开始的时候不太容易做得到。所谓的敏感度是说，今天假设有一篇报道，假设你看上周的一篇这期的报道，好，比方说讲到元宇宙好了，假设你看到元宇宙这个议题，哦，那接下来它跟什么理论有关系，我们多半一开始会先愣一下，哎，对啊，元宇宙现在很夯啊，对不对？ Facebook 说要改名字叫 Meta， 改成叫元宇宙的这样一个概念、啊、Meta 是翻译成叫元，对不对？或者就一元两元的元，对不对？或者是我们有人翻译成叫后设、啊、那么好吧，讲到元宇宙，假设这样的实物发展，我们看到宏达电也在做。宏达电过去在曾经在手机市场上表现得非常的好，但是也因为手机它现在跌得很惨，不过这几年看起来又好像在这个 VR 这个领域开始又东山再起，好，甚至切入到元宇宙的议题，使得它的股价在飙涨。各位看到这个是实物的部分。那如果从理论的角度来问，我们会说我们要从什么理论角度来切入这样的一个元宇宙的议题啊？好，这个是各位在平常你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所需要建构的一些的基本能力的知识。也就是说，我们从业界来到学校念书，我们除了对我们自己的实务导向很有自信以外，实务导向慢慢也会发展出你自己的理论导向。那理论导向如果配合在我们学校的学理上的知识的时候，你就知道，哎，我好像可以建构的更完备一点。另外呢，你需要辩证反思的能力。别人觉得这地方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很 好特别的地方想要去看的，哦，你有好奇心，你会有一些发问能力，去问问题的能力，有思考的能力，甚至还要亲和力、哦、刚刚同学们在一开始谈到的，当我们谈到执行研究的时候，你会联想到什么？很多同学们谈到的是访谈、哦、所以亲和力在这里就很重要咯。我不知道各位同学们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人，就是亲和力、他的亲和力很不够，所以他来找你的时候，其实上你不是怎么很想要跟他说话，甚至很想要逃避啊。那反过来讲，当你的亲和力很好的时候，很多人都很喜欢听你讲话，很多人喜欢问你问题，想要去了解一些什么事情啊。我不知道各位啊，在身边有没有像这样的人，或许你自己就是一个很有亲和力的人啊。那做执行研究做访谈很需要亲和力的，别人才会愿意跟你讲一些事情的。还有呢，优秀的写作能力，刚刚讲过，甚至要关怀他人，关心别人，同理别人。比方说我们在做一些研究的时候，别人为什么不谈了，别人为什么谈这么多，哦，他怎么去想的，你的同理心在这里要表现出来。好，深度思考力在我们很多时候都需要、哦、不断的把事情看得更透彻一些。好，那么做执行研究大家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哦，也不要想说老师我穷尽我这两年的时间呢，我一定要做出一个非常完美的研究，我要让所有的人对我刮目相看，我应该会变成是一个、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个什么论文大作。各位有这样的期待很好，但是也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东西，对吗、哦、所以完整无缺的分析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我们只能说在我们有限的时间之内，我们尽力的去把它做好。你会看到什么事情呢？
当你在分析的时候，哎呀，老师完蛋了，我现在是一年级、二年级、二年级上学期的，发现毫无结果时的恐惧，天哪，完蛋了，我已经到二年级快要结束了。比方现在二年级同学，现在我带我的学生就是啦，二年级上学期，结果还在这边转啊转啊，不知道怎么写才好，很恐惧。然后或者是说，哦，当有一天我把论文写完了，哦，我找到我自己认为的真理。心里面那种狂喜，那你做研究常常是在这两者之间哦，就是在恐惧，哎呀，我糟糕，我写不出来。另外就是啊，我终于写出来了，这两者之间的一个过程。好，那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投入很多的努力、深入的思考，甚至还有很多的堆积如山的资料来让你做分析。所以，我们要习惯和自己深度的对话。对于很多问题，我们能够自己提得出来，然后去找资料，再引导自己想另外一个问题，再去找资料。好，所以在理论跟资料当中去做分析，来回的对照，进一步找到我们的洞见，也就是那个理论。好，接下来刚刚那部分有没有问题？大家有没有？好，有问题大家好，谢谢哈，谢谢。有问题大家可以说哈，因为。我觉得线上的部分有时候，因为我没办法看到大家的表情哈。好，接下来跟大家谈的部分是，跟各位在写论文上面会有非常直接的相关的部分。好，我不知道泰和老师有没有说过，但是或许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哈，执行研究的论文的写作上面，第一个部分呢是我们知道论文有五个章节哈，第一个章节呢叫做序论哈。那序论呢，可能有很多人会告诉你有序论要写什么，就像前言啊，一开始要引言，跟大家讲一些我这篇论文要写什么内容。那基本上呢就分成三个部分来看哦。第一个呢叫做实务背景啊，第二叫理论缺口，第三个是回应方式。英文的角度来看啊，实务背景我们把它称之为叫 common ground， 就是一般来讲大致上我们看到比方这个产业的背景，你要研究台积电，先讲一下台积电半导体产业相关目前的状况是如何，然后再进一步引申到台积电这个个案本身。好，所以 C common ground。第二呢，理论缺口，就是过去的研究做了什么事情，哦，他们好像没有做什么，你提出你的研究问题，啊，比如说台积电如何成为台湾的护国神山，而台积电为什么是台湾的护国神山？所以我问了两个问题，就是如何。或者是一个是为何，好，这两个字都是关键字哦。在我们做执行研究的人来讲，你最常问到的也是这两类的问题：这家公司如何发展出它现在的经营模式？这家公司为什么要去做策略联盟？这家公司为什么要发展品牌？诸如此类的，如何跟为何是我们在个案研究里面常常会用到的两种类型的问题，要请大家记下来哦。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我们第一章写作上面，除了提出问题以后，我们还要做什么事情呢？简单的回应。什么回应呢？你会告诉你的读者说，接下来我会用比方说我会用什么理论来切入，比方说台积电，我可能会用它的核心能力，台积电的核心能力建构得很好，它有很强的核心能力，具有竞争优势的核心能力。好，我用核心能力资源基础理论的观点来切入。那么我们进一步看到，我还会用到执行研究做个案的访谈啊，我们会用访谈的方式呢去收集相关的资料，进一步来回应这样的一个问题。跟你就可以这样写喽哈。所以在你的序论里面就包含了 CPR 啊，一般来讲心肺复苏术，对不对？那在这里我们就把它看成是我们在第一章序论写作的三个重点，包括 common ground、problem and response。好，那么第一章写作要基本上有两个重点，你一定要把握住啊。有时候我们写论文写起来会变成是人云云哈啊，他讲的很好，所以我讲的跟他一样，也差不多也是很好啊。我跟大家的其实也都一样很好，所以做的很好，可是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啊。所以第一个呢是 What's new？ 你的论文到底跟其他的同学的论文的差异是什么？别人也在研究台积电，你也研究台积电，那到底差别是什么？应该不会是抄他的吧？啊，可能不是哦，应该不是哦，最好不是。那么差别在哪里？哦，你会说，也许他的台积电的论文，他可能是从一家
领导的角度来看，张忠谋的领导跟后来的两位领导者有什么不一样，看领导风格的转变。那你说我的论文是看他的核心能力的转变，从过去张忠谋的时代到后来刘英他们的时代，哦，有什么不一样。好， what's new？ 然后接下来就问是 so what？ 那你做这样的分析到底有没有用啊？哦，对于一家公司的经营管理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帮助啊？好， so what？ 所以在你写第一章的时候，请大家把握这些的重点，一个是 CPR 的部分，另外一个就是 what's new and so what 这两个部分去强化你的论文第一章。那第二章的部分谈文献探讨，哦，这就跟大家讲的，可能一开始大家觉得理论太恐怖了，老师啊，上理论的课真是太痛苦了。好，就回到刚刚克里斯汀森跟大家讲的事情，如果你把理论是一个视为是一个帮助你去做分类解释甚至是预测的话，这理论其实还蛮好用的。所以他讲的是一个 好理论的东西，现在你写论文也是一样，自己怎么样能够建构出一个好的理论。那这个好的理论一开始在建构之前，你一定要先跟过文献，也就是过去人家写过的相关的研究做一些的对话。比方说别人在谈核心能力，过去谈的内容是什么，你看台积电核心能力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OK， 好，这是第一个，先跟过去的文献对话，慢慢的导引出你自己的研究架构。好，那在引用文献的时候呢，会有两种方式，一种叫做论述的引用，就是你会把比方说过去，比方说 Michael Porter 谈竞争优势，哦，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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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把它看懂了之后用你自己的话来写，啊，那或者是说叫做直接引用，哦，Michael Porter 在1980年第350页讲了这个观念，他说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是差异化领导策略或低成本领导策略。好，你把这句话直接原封不动的放到你论文第二章里面的一部分，这叫直接引用。好，现在都知道要写论文到最后要做一个论文比对，对不对？现在一个论文比对系统可以把你的论文写完之后跟全世界的论文拿来，全世界的学术研究或者各种资料拿来去做对照，然后最后可以算出你的论文的跟其他的论文的相似度有多高。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吗？好，特别注意哦，哈，各位，在写论文上面千万要记得，啊，尽量的用自己的话来写，哈，把人家的观点消化完之后再来写，千万不要照抄。即便是像这样直接引用，你都知道 Porter 他不是华人嘛，对不对？所以他绝对不会讲跟你讲中文说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他一定是讲英文嘛，所以他的英文部分就是很多人翻译。所以每个人翻译的都不太一样，所以如果你翻译的你拿别人的来用，你就发现到，哎，一模一样，老师我是直接引用啊，可是这直接引用可能是来自于某一本，比方说成大的硕士论文，你直接把它拿过来用，到时候你就会到你就被 highlight 起来，你的论文被 highlight 起来，跟它的相似度是那个部分是完全一模一样。好，所以大家要小心这个部分，然后提醒大家。那第三章呢是研究方法。第三章研究方法的选择，好，你会选讲说我用到的是直性研究，好，为什么我会用直性研究啊，为什么我会用个案研究啊，好，这个部分。那第二呢是谈到研究对象的选取的原则，为什么我要选择台积电当作是我的个案呢，好，原因是什么，好，可能台积电有它的独特性，好，或台积电有它我在台积电工作然后有些的揭露性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特性。第三呢是资料收集的方式跟来源是什么，啊，我可能有初级的资料也有次级的资料，初级就是我去访谈，那次级可能很多来自于杂志媒体的报道的相关资料。那第四呢是资料的分析方法，啊，在一本书叫做个案研究方法，啊，个案研究，那这本书里面就谈到很多资料的分析方法，包括所谓的建立解释的方法或者是一些编年表的方法，从过去到现在看到它历史的演进的一些的方法，都是直性研究会常用到的一些的方法。第四章呢是研究结果跟个案分析的部分。好，通常我们在写第四章一开始我们先从大的范围来写起，假设我要研究台积电这个半导体产业，开始先写起这个产业的发展的状况是如何，做一些基本的介绍。那第二个单元我就可能会写到的是台积电这家公司，好，何时成立，他的当时的创办的是张忠谋，然后过去到后来
从过去到现在我们看到它的一些的发展的一些介绍啊，就基本的介绍。然后第三个呢是个案分析的部分，这个呢就是各位在你一整篇文章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卖点，不要轻忽这个部分哦。然后前面写的产业的介绍写了很多，台积电个案公司介绍写了很多，因为这资料很多嘛，啊，可是到了分析的时候就变得很少。比方说前面写了产业介绍写了十页，个案的背景介绍写了十页，结果内容分析呢只有写了两页，就完全落掉了哦，各位。所以，基本上应该刚好相反，对不对？产业可能写了两三页几页，个案呢，个案背景的介绍，个案公司可能简单介绍可能一两页，那真正的部分在内容分析的部分可能写了十页，应该要这样。好，所以各位，不要变成是头重脚轻了哈。那内容分析的部分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它就是根据你在第二章看完了理论之后所建构出来那个研究架构，根据那个研究架构图里面有很多的理论的一些的概念，比方说个案，我们看到核心能力对于竞争优势会产生一些的影响，那核心能力又建构在可能一家公司很好的组织文化之下，比方说台积电很鼓励创新，这样的创新文化鼓励了大家在公司核心能力的技术上面的建构变得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好，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有助于他们产生竞争优势。假设了哈，假设你的研究架构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根据研究架构来写啊，台积电过去的发展的一些的历史。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根据你的核心能力来做解释，根据组织文化来做解释，根据创新来做解释，根据他竞争优势来做解释，就不单单只是说哦，台积电的这个股价表现得很漂亮，台积电的这个财务报表很漂亮，再个案不是单单只有这样子而已哦哈。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可以理解吗？嗯，好，大家如果有问题我会回头过来看一下哈，那看一下大家讯息串当中，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先在上面先写一下，我会回来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哈。好，因为这个部分呢很重要哈。YTSMC not TSMC 什么意思？传人可以解释一下吗？很少人很少公司这个用小写的那个这个缩写，英文缩写用小写。这样啊，你问的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蛮有趣的哈。为什么 TSMC 小写不是大写，对不对？据我的了解，我曾经去了解过这个问题啊，因为你知道，其实我们华人都会讲，就是说要出头，对不对？要包红包的时候，不要只有1000块，至少包个1200要出头，对不对？所以小写的 TSMC 的那个 T 呢，其实有出头的意思。可是如果是大写的 T， 就没办法出头。这是我过去的了解是这样哈，就跟你分享一下。好。谢谢，然后有没有其他问题？理论缺口可以请老师再解释吗？太好了，有人有问题我就很开心了。好了，怡真哈，我讲一下，这是一个好问题。什么是理论缺口？理论缺口是这样子哦。比方说，在过去的，我举个例子来讲，刚刚以 Michael Porter 哈，大家可能在上过策略管理相关的课程，都知道 Michael Porter 呢是我们在策略学界的一个大师，他在1980年代的时候就提出一个刚刚那个理论，说如果企业要创造竞争优势的两大来源，一个是低成本，一个是差异化。好，假设是这样，这就叫过去的理论哦。好，那缺口在哪里？缺口就是我们研究者要找的部分。如果能够找到这个缺口，你就能够提出你的研究问题。假设我提一个研究问题，说，哎，其实不是所有的厂商做差异化都会成功的，哦。怎么会这样？好，这家厂商呢，他那你说他是做低成本吗？他也不是在做低成本呢，啊，可是，他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差异化，但是这家公司到最后还是关掉了，还是收掉了，怎么办？啊，怎么会这样呢？好，这就是一个研究缺口，理论缺口也是一个研究缺口了，就是过去的告诉你说，如果厂商选择了差异化竞争优势，差异化的这个领导策略，
可以帮助公司创造竞争优势。但你进一步提问说，其实在我的个案当中发现了这家公司做了很多的差异化，但是最后这家公司却是以失败收场。哦，那就变得很有趣了，你就可以进一步解释是为什么，为什么差异化没有办法导致决然的所谓的竞争优势的结果，中间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环节。因为我曾经做过一个这样的研究，确实就是这样，就是我自己的过去的研究的经验分享。曾经有一家在台中一家公司，有一家商在台中一中的商圈里面一家餐厅啊，就曾经是我在外面上课的一个学生啊，他经营这家餐厅，那他其实还蛮用心的，比方说一楼、二楼、三楼，好，那透天的房子，他就把它区隔成不同的东西啊，比方说一楼是卖这个铁板烧，二楼是卖锅物料理啊，三楼可能是卖什么忘了卖什么。中式料理还是什么，反正就三楼都不太一样。他其实一开始觉得他用了很多的差异化，包括他的在一楼部分，他还有弄些电视墙，让学生在一边一中的学生可以这边看看球赛，然后一吃东西，还蛮享受的，对不对？好，然后他说他跟人说，在一中间很少是这样的规模啊，像我们做到这样的三层楼是不一样，一个是啊泰式料理、日式料理跟跟这个锅物料理。好。一中间很少这样的啊，很有差异化呀。可是为什么到最后两年后这家餐厅收掉了？为什么？哦，他甚至说他们那个排烟系统啊，抽烟机的系统也做得很好，跟别人都不一样，其他那个小摊贩都做不到这样，他们很有差异化。可是为什么收掉了？好，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啦。好，所以怡真理论缺口是这样的，就是过去的文献做到这个样子，还有什么地方是过去的学者没有想到的部分？那没有想到的部分，你要怎么去找到呢？透过你的个案本身，引导你去看到这个问题。所以后来我们在谈他的研究的时候，大概可以有几个，我简单讲一下的那个发现是这样子，就是如果做了很多的差异化，不代表你做了很多，越多差异化就代表你成功几率是越高的，不见得是这样哦，所以还有呢，这个差异化是不是消费者很在乎的差异化？这也是我后来的结论。消费者如果不在乎这些差异化的部分，你自己做了很多差异化，你说我跟人家很不一样，可是消费者说关我什么事？那是你要做的，不是我要听，不是我要看的啊。好，所以从这角度来看，你就发现到那个理论缺口。OK， 宜真这样可以吗？可以哈。可以，谢谢老师。好，没问题。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走。好，来，我们把投影片放过来。好，我们看一下。所以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好，各位就要写到你的结论与建议了，哈。在第一小节，第五章的第一小节，你可能会先写你的研究结论，啊，可能是一页或者是一页多，啊，以你的研究架构为基础提出你的结论，而不是单单只是说啊，实务结果是什么啊，台积电很成功啊，就结论，而不是这样，啊，是它为什么会成功，或者它如何成功。我们刚才一开始讲到的执行研究可能会问这两类的问题，如何或者是为何的问题，啊，好，再来是研究建议。研究建议呢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是理论的部分，另外是实务的部分。通常理论的建议呢，就是相较于过去来讲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就以刚刚那个问题来讲，那个餐厅做了很多的差异化，可是为什么没有成功呢？好，我们的观点是什么，提出来。比方说我刚刚讲到的，他做的差异化必须要是消费者在乎的差异化，而不是厂商自以为是的差异化。好，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在理论观点的一个新发现，也就是理论的贡献。那么实务的贡献是什么？哦，你可能告诉他说，那接下来如果你要做差异化，什么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比方说在你的能力、核心能力的建构上面应该要怎么来做，或者在行销上面应该怎么来做，根据你的研究的架构图里面用到的那些的概念来做建议。所以有人会写实务建议，或者是有人写实务贡献，都可以，好，都可以。那最后呢，就是你的研究限制跟未来研究建议这个部分。
那研究限制呢，通常很多人会写说，老师，我的研究限制呢，就是因为我在硕士班也只有念两年啊，然后我从一年级下学期才开始写论文啊，所以从一年半的时间，通常我的论文没有办法写得很好，所以请口试委员见谅。各位千万不能这样写哦，这样写就完蛋了，因为这样老师会跟你说什么啊？如果老师说，老师，我因为时间太短了，一年半的时间实际上是不够我写的，所以我的研究限制呢，就是因为时间的限制，可不可以这样写？不行啊，各位千万不要自己自找麻烦哦，不能这样写啊，因为老师会跟你说，那时间不够，因为其实硕士班可以念到四年的，你知道吗？可以休学两次啊。好，所以你要写的是什么？我的研究限制可能是因为，哦，我现在呢，我做的是一个个案的研究啊。你要讲一些比较，讲白点，比较这么无关痛痒的东西了。我做的是一个直线的研究啊。那这个研究呢，如果要真正去推论到所有的半导体产业都会有像台积电这样的模式，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做推论的，需要再做进一步的量化的统计的分析的调查才能够做进一步的推论。但是个案研究本身的部分呢，它是在做诠释，诠释某一个个案的现象是什么，我们并且带进了一些理论的一些观点进来。你可以这样子来说，一方面强化自己，一方面告诉人家说，如果接下来你们如果还想研究半导体其他的厂商如何创造竞争优势的部分，或许可以透过发问卷的方式去研究他们，比方说在核心能力的部分，这家公司的专利的数量跟他后来的财务绩效的表现有没有呈现什么样的正相关。好，可以做这样的未来研究建议。所以你的未来研究建议呢，是根据你的研究的限制啊。所以各位千万不要去写到说，因为我时间不够，所以我没有办法，还请老师多多见谅，千万不要这样写哈。就是好，以上呢是前面五章的部分。好，这个部分有没有问题？应该没有。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好，如何做好执行研究。好啦，我们刚刚谈完五个章节的部分。好，接下来我们换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其实做执行研究呢，就在讲一个故事，然后用故事的角度来做执行研究。第一个呢，就是看故事啊。看故事就是各位，你可能会找很多的资料啊，哈，这故事里面讲什么啦，今天的故事是怎么样啦，好，去了解一下。第二呢，听故事，哎，这时候听，你就要去听真正那些受访者告诉你什么事情。当然，你要先准备一些问题去问他啊，然后呢，听听看他讲他的故事啊，啊，比方说，哎，台湾像洪家腾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发展历程啊？好，或者是什么宏远兴业，都是台湾。台南的在地隐形冠军哦，他们的当时的故事是怎么样？好，想故事哦，这个时候你的重点就来咯，问一个好的问题，也就是你的研究问题，进一步把你的理论的观点切入进来之后，做进一步的深度的思考。好，再做所谓的正反合的辩证，这待会会讲辩证这件事情，在执行研究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的训练啊，待会我会举例子来说明。还有呢，接下来就换你要说故事啦。说故事就是你要把它这个故事要能够写得下来哈、哦，要说一个让人精神会为之一振。哇，你这个发现真的太棒了！我过去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我过去都只听到说，如果能够差异化，公司就会有竞争优势。你竟然告诉我说，差异化不只是要做差异化，还要做的是对消费者有利的差异化。哦，这个观点真是太棒了。好，为什么是好故事？因为他跟过去的理论做了对话，也产生了新的理论，啊，也提出一些看法。好，至于那个学派的部分呢，这个有点复杂哈，我稍微简单讲一下好了哈。实证学派的执行研究跟诠释学派的执行研究，基本上在执行研究里面两个算是两派的哈。但是后来有人慢慢把它稍微整合起来。实证学派的通常就是跟量化学者很像哈，量化学者都是要做实证哈，实证研究。那实证学派的执行研究告诉你说，你可能要做4到10个案例之后呢，才能够像量化一样有30个样本，才能够做统计的那个推估啊，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一种说法。那诠释学派告诉你说，不用了，不用，你其实是单一个个案就可以做得很深入，而且就能够发现很好的洞见。好，基本上我们就 follow 在后面诠释学派的观点来做哈。好，
那么执行研究的进程是这样，我知道大家如果有兴趣朝向执行研究，其实我还蛮鼓励的，因为我自己觉得执行研究对我的帮助其实非常大。因为执行研究呢，它让我在很多的思考训练上面变得更为周延一些，或者是更能够深入一些，或者是我在看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不会全然的一面倒，因为统计推估我就相信那个东西，我还会再做更进一步的去做思考，这是执行研究给我的一些训练哈。那么肖老师这样讲哈，他说执行研究的精神是这样的，他说真正的知识优秒的藏于被研究者的经验当中，所以你要去做访谈的时候呢，那些对象其实他们有时候不见得会说得出来他们自己真正的想法，所以一个好的执行研究者能够去引导对方去说你想要去谈的那些的相关的问题啊。他说呢，彻夜苦思终不悔是所有执行研究者在每一篇文章背后挣扎的写照，也就是说其实还蛮辛苦的哈，但是你不会后悔，因为你会知道你会有成长，会有进步的。他说这种自我对话呢，却也是令所有研究者最新执行研究的原因。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跟自己对话，那对话过程当中也就有一些的智慧的启发。好好，这是肖老师的一些的看法。好，那么刚刚同学们我看一下哈，传人讲的看故事听故事想故事，以故事角度来执行研究很好。然后滕王说引导方式有没有什么技巧或机会，滕王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你所谓的引导方式是什么？在吗？好好好，不方便讲话哈。好，引导被研究者讲出心里的话 ，OK， 有没有什么技巧或机会？好，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问题，也不太容易一下能够讲得清楚哈。通常因为每个人这个个性哈都不太一样，有的人其实很健谈啊，你稍微引导一下，他就可以讲很多很多，甚至你本来没有要他讲那么多，然后他讲了很多很多，那你这个时候你还要想办法把他拉回来。因为你可能只有半个小时是跟他谈，他结果他讲到太远了，你要把他拉回来。那另外呢，就是他不太喜欢讲话，那这个时候呢，你在要去访谈之前，你可能要先做好一些的问题，比方说你要去访谈一家公司之前你要知道你的研究架构关心的理论是什么，你自己先把去访谈问题先列出来。通常我要我学生大概列出5到10个访谈问题，先准备好，我会先帮他们看过。你也可以给老师看过，看过之后呢，再先传给那个受访者，在去之前先传给受访者，好，让他先去看一下，有心理准备。所以他在不会说当你一见面的时候呢，你去访谈了他的时候呢，会让他有一种错觉或者不太好的感受，是这样哦。对，我接受你的访谈，结果呢，你就带了你的10个问题来，好吧，来开始，我们现在要开始今天的访谈，谢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访谈，来第一题，然后就把题目念完之后，来接下来请作答，然后第二题念完之后，来请作答，好像10题讲完之后呢，他被你考了10题，那个感觉是觉得很累的，我们都不喜欢考试，对不对？好，所以呢，有办法让自己，就我刚刚讲的亲和力。然后呢，看起来好像是在跟他聊天一样，所以各位你在准备的那个假设是10个问题，在访谈的时候呢，请你也不要被那10个问题的顺序所框住了，第一题问完，问第二题，第三题问完，第四题，千万不要这样哦。你要像你在跟他聊天，而那10个问题呢，都在你的脑袋里面了，所以他可能你问他第一个问题的时候，讲，哎，他聊到，哎，现在跑到第7题去了。没有关系，你就从第7题再跟他继续聊，因为那都在你的脑袋里了，那10个问题，只是你会马上带着哦，现在谈，又谈到第3题去了，没关系，不是回到第2题，没关系，再回到第3题，再继续跟他聊。那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比较能够很放松的把他心里面想要表达的想法讲出来，而不要用考试的方式去考受访者，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这个也算是一个机会了。好，有没有问题？涉猎一下心理学的智商方法，当然也可以啊，当然也可以。但是就我刚刚讲的重点，如果你能够把握得住，第一个是你能够
具有亲和力，然后把访谈问题先给他，让他先知道，不会让他觉得很慌张。好，因为有些受访者会很害羞内向的哈，那么他不会觉得很慌张，他甚至也可以做一些准备，所以你去的时候，他会有更多资料可以给你提供给你来看。啊，大概是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题目不要太多，啊，题目不要太多，你千万不要准备个30题、50题，然后去会把对方吓死了哈。各位，你们自己，我们自己将心比心嘛哈。今天如果我们接受，好不容易我们好吧，今天腾出一个小时接受人家的访谈，结果人家准备50题个题目来，你可能会觉得头很大。但是各位，你可以知道这样子哈，你准备10题，可是事实上真正你在访谈，假设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你会问的话，可能你问到的不止这10题，对吗？因为他在聊的时候，就引导到，哎，你这东西你没有想过，哎，过去在可能是在第11题，我从来没有想过，他竟然有这样的想法，这是我过去没有注意到的哦。好，再往下追问下去，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得到的资料就会更丰富了 ，OK 吗？好，可以哈，是有亲和力的聊天当中带出你的问题，嗯，没错，就是这样。好，谢谢哈，谢谢你们的提问，这样子有思考，大家都会一起成长，很好。好，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走哈。好，所以当我们不停的思考资料，最好一头栽进去，广泛了解所研究的领域，在潜意识当中寻觅一段时间之后，哦，一段时间之后，哦，答案就出来了，原来是这样，这我过去没有想过是这样的。好。好，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刚刚讲到的辩证这件事情。好，这是实践研究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训练方式，源自于苏格拉底的研究方法辩证。苏格拉底告诉我们说，其实辩证呢是一种我们的思考逻辑，对不对？我们不断去审视自己对于事物理解的一些假设，原来是这样子吗？还是是那样子呢？好，挑选既有的偏见与似是而非的既定知识去做一些更进一步的。双方都可能大家知道辩论赛嘛，正方跟反方，两方提出相对的想法，没有谁对谁错哦。好，那么提出相对的想法，然后到最后呢，可能是正方赢或者是反方赢。但事实上真正的事实上面是一定是辩论完就是赢了吗？也不尽然，对不对？有时候真谁赢了，对于事情的解决并没有任何的帮助，对吧？比方说我们看一对情侣在吵架，对吧？老公这样说，老婆那样说，好像都各有各的道理，对不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好吧，就算老婆真赢了或老公真赢了，对于整个家庭和谐来讲是完全没有任何帮助的，对吗？所以正反第三个就叫做和，不是说要和好的意思了哈，就是和的意思是说呢，找到一个新的观点，是我们彼此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观点，这个会是什么？正反和。那正反和这个和也可能变成是，哎，接下来我们双方都可以接受这个观点哦。可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因为新的事情跑出来，原来的那个和又变成正，新的事情跑出来变成是反，哇，正反又开始有一些冲突了啊。正反透过思辨的过程，正反又再导入一个新的和。好，所以辩证呢，帮助我们是在透过一些的洞察力去了解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苏格拉底这样说，他说未经检讨反省的生命是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所以各位我们要常常懂得去检讨自己，反省自己哦。孔子说什么？吾日三省吾身，对不对？哦，这样子。好，黑格尔呢是19世纪的哲学家，也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那他把这个正反合这件事情呢，辩证，把它用透过正反合的方法，把它更发扬光大了哈。就我刚刚讲的，正不是代表是正确，只是一个特定的立场；反呢，也不是反对，而是跟正是同的一个看法。那合呢，也不是说把两个加起来除以二啊，我们各退让一步啊，不见得是这样子哦，而是跳脱出正反的观点，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啊，找出一条新的出路啊。好，来，我举一个苏格拉底的例子啊，大家听完之后呢，可能就会比较有感觉了哈。好，苏格拉底的他的老婆呢，大家都知道是其实还蛮凶悍的哈。他老婆叫灿蒂博，他老婆有一次呢，就大发雷霆哈，
把苏格拉底骂了一顿。苏格拉底是一个哲学家嘛，西方三圣，对不对？好，是一个地位很崇高的一位老师啊。好，他把苏格拉底骂了一顿之后呢，气还没有消，于是呢就提了一桶水，直接往苏格拉底头上就浇下去啦，倒下去啦。那么各位，如果你是苏格拉底，这时候会有什么感觉啊？会觉得很凉快吗？哇，天气这么热啊！我老婆呢对我实在太好了，生完气之后还对我这么好，还把一桶水倒到我头上。我们大概不会有这种反应吧，是吧？好，那苏格拉底呢，他的反应是什么？哦，他说他其实没有生气，他烧了一烧，就是摸一摸他这个淋湿的头发呢，这样说啦。他说呢，雷声以后必有大雨，这是自然法则，也证明这是真理。好，这句话大家可能很熟，对不对？雷声雨后，雷声之后必会有大雨吗？啊，自然法则吗？没错啊。他骂完之后呢，嗯，接下来应该还有接下来的大雨。哦，他是一个哲学家，嗯。所以苏格拉底呢，从他自己的婚姻的生活当中得到了一个这样一个幽默的结论。他说不管怎么样还是要结婚。他说如果你娶到一个好太太，那么你会很幸福。如果你娶到一位悍妻，你会成为一位哲学家。哦，因为开始去反思这些事情嘛，辩证嘛，正反合呀。好。好，其实他跟老婆的感情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糟糕了，虽然有时候会吵架嘛，大家夫妻难免会这样子。好，可是到了紧要关头呢，他们的真情就会自然的流露出来。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苏格拉底呢，他常常跟他的学生在街道上面就会直接一些的引导式的辩论，对不对？他常常引导式的学生，引导学生去讨论一些事情，可是有时候刚好谈到的议题呢，是比方说跟国家有关系，跟国王有关系，那这个时候就还蛮麻烦的，有点像是白色恐怖那样的感觉，那苏格拉底是因为谈到了一些不应该谈的非常忌讳的问题，被判了死刑。那这个消息传到他老婆的耳朵呢，参提伯呢就痛哭不已啊，痛哭流涕。好，那苏格拉底呢，他跟他的学生说，因为参提伯去这个监狱看他 看苏格拉底，那他这个学生也跟着一起去了。老师就跟学生说，哎呀，你帮我劝你们师母回家吧，他说我这一生呢最怕看到女人流泪了。哎呀，他老婆就说了，哭着说，苏格拉底啊，你是冤枉的，你不能无罪而死啊。好，苏格拉底回答他说，我无罪而死，死得很光明磊落啊，难道要我有罪而死吗？嗯，苏格拉底真的是很不简单，面对 死亡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恐惧啊。好，再看另外一个例子，也是谈辩证的例子，道德还是不道德。这个例子也非常非常有趣，大家一起来听听看。他说有一天呢，这个苏格拉底呢跟以前一样，还是一样赤脚长衫来到的市场上。突然呢，他一把抓住一个路人，问他说，哎，有一个问题我不太明白，我向你请教。他说人人都说呢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但是道德究竟是什么呀？好，如果有一天 你被像苏格拉底这样的人，来问你这样一个问题，道德到底是什么，你会怎么回答呢？好，那个人回答说，哎，应该是这样嘛，忠诚老实，不欺骗人，这就是公认的道德行为。哎，同意吗？你们同意吗？忠诚老实，不欺骗人，这是道德啊。嗯，好。那苏格拉底又继续问啦，他说你说道德是不能欺骗人的，但是在和敌人在交战的时候，我方将领呢千方百计的呢去欺骗敌人，哎呀，这能不能说是不道德呢？嗯，欺骗哦。好，然后那个人就回答说，哎，欺骗敌人是符合道德的，但是欺骗自己人就不道德，不能欺骗自己人，欺骗敌方这是可以的哦。还有另外一层解释哦，正反合哦。好，苏格拉底又问了，那和敌人作战的时候呢，我军包围了，处境非常的险恶，为了鼓舞士气呢，将领呢就欺骗士兵说，哎，我们的援军就快要到了，大家奋力突围吧。哎，结果后来真正成功了，请问这种欺骗我能不能说不道德啊？因为是欺骗自己人嘛，对不对？刚刚不是说不能欺骗自己人吗？那个人就说，哎呀，这个是出于无奈的，对不对？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不可以这样哦。正反合又另外一个解释咯。苏格拉底确实是一个哲学家，很厉害。他又继续问了，
他说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儿子生病了又不肯吃药，爸爸就骗儿子说，哎呀儿子啊，这不是药，是一种吃好吃的东西啊。嗯，好，请问这也是不道德吗？哎呀，这个到底要怎么回答呢？好，那个人说，这种善意的欺骗行为是道德，虽然是欺骗，可是是善意的啊。哦，这样也可以。苏格拉底还没问完呢，他又说，不骗人是道德的，骗人也可以是道德的。也就是说，道德不能用骗不骗人来说明，对不对？那究竟要用什么来说明呢？请你告诉我吧。哎，那个人就说了，啊，不知道道德，就能做到道德，因为我对道德这件事情不了解啊。我知道了道德就是道德，所以我心里有。苏格拉底非常高兴地说，哇，您真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您告诉了我道德呢，就是关于道德的知识，原来是这样的啊，你心中自有那把尺啊，使我明白了一个长期以来的困惑问题，我衷心的谢谢您。好，苏格拉底的故事告诉我们说，道德检验只是个人运用计谋的动机和目的，计谋无罪，计谋有理，是为什么呢？因为出自于我们的动机，那个动机是不是善良的动机？我的目的是不是真正希望一个善的结果，而不是想要去害人这件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道德。好，这是一连串的所谓的正反合的辩证，大家有没有感受到那个部分？有吗？好。非常有趣哈，各位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也都是这样。我们在看很多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正方这样看，反方那样看，就像我们看政党政治也是一样哈，正的反的，那到底和是什么？好，对，那个传人那个和呢是这个和哈，合作的和，啊，正反合起来的和哈。好，来这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好。所以辩证式的推理方法是这样的，我们一开始讲到理论这件事情，请大家先不要把它拒之于门外，还是稍微敞开心胸来看待一下，好好看待理论到底是什么。那这也是为什么各位从业界要回到学校来上课这件事情，我们把业界的东西带到学校来，也听听看学校老师怎么讲，把理论跟实务这个资料，就是我们实务的部分，拿做一些的对话。那么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自己要能够静下心来，自己对话，帮助自己在理论还有资料当中看见了那个智慧，那个智慧也就是所谓的洞见，也就是更明确来讲，就是你自己所建构出来的研究架构，也就是你的理论咯。为什么要静下心来？如果你静不下心来做执行研究，你会觉得很慌啊，你看不到核心的部分，你没办法像苏格拉底抽丝剥茧的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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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为了解释什么叫做道德，他抽丝剥茧的一层一层又一层，正反合正反合正反合，跟自己对话。有一天，今天是正的想法，哦，原来是要这样写。可是到了明天或下个礼拜，哎，你发现到我上次这样想怪怪的嘞，哎，这时候是什么？你的反那个观点出来了。哎，那到底是上礼拜我讲的是对的呢，还是这礼拜我想的是对的呢？好，正反帮助自己静下心来。和可能会是什么？可能来自于我们的理论的了解，另外一部分来自于我们对于实物的资料的收集，是不是能够够透彻，进一步看到你的智慧。好，快到尾声了哈，我们让一切的简单一些，我们谈了好多好多好多，那么让一切变得简单一些。这个是达文西，大家非常熟悉的达文西，好，蒙娜丽莎的微笑，然后他也是一个解剖学，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位大师，各方面建筑啊各方面都很强。他讲了这句非常精简又漂亮的话，简单是复杂的极致。好，各位，写论文这件事情是要你能够化繁为简。你看了好多的理论的相关的书，上了好多的理论的课，那么也同时看到很多实务的相关的资料，
这么多东西到你的面前来，这么复杂的东西，你能不能写出一本论文，然后甚至在论文当中有一个非常清楚研究架构图，就说明了你所关心的个案这里面的故事到底是什么，那个就是简单。如果你写完论文之后告诉你的读者，哎呀，还是这些东西，你又再把你说的这个个案故事再重新再说一遍，结论又是个案故事说一遍，又是把理论再重新说一遍，那表示你还是跟原封不动，跟过去原来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怎么样把复杂变成简单，简单是复杂的极致，也就是那个简单已经是非常被精炼过的东西了。好，这位是梭罗啊，他是美国的作家、哲学家、超验主义的代表人物，好，也是一位废奴主义跟自然主义者。他讲什么呢？一样，简单，简单，再简单。他说，我奉劝各位呢，只做两三件事情，而不是一百件或一千件，而是把一百万件事情减少到六件。哇，把很多复杂的东西慢慢慢慢缩减，缩减到，哦，原来我关注就是这几个部分。他说，时间是有限的资源，太多事情都在抢夺这个资源了，我们毫无节制的忙碌奔波，经常处于神经紧绷的状态。各位有没有这样子啊？啊，上完这节课又跑到下节课，然后接下去上班，然后又什么？哇，我们每天都过得神经紧绷的状态，要放松，对不对？要放松，所以化繁为简啊。因为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很多方面，他说都会过得不怎么愉快。所以呢，做研究也是这样子。当你看了很多资料，哇，这个我想要，那个想要，那个我也想要，那个我也想做，哦，没有吧？再缩减，再缩减，缩减。一个论文里面大概两到三个理论已经很多了，你不要觉得好像我学过理论全部都要放到我论文里面来，哦，不需要这样哦，哈。这位是美国之前的一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叫做何姆斯，他说：“我不想为看似简单的复杂现象耗费精神，而乐意为复杂现象背后的简单义理奉献生命。”好，我想这几位大师啊，大家可能讲的都是很相同的、很相近的概念，就是告诉我们说如何化繁为简。我们在生命当中其实也有很多很多复杂的事情，各位是吗？好，那么有很多复杂的事情，所以我们心静不下来。看到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心烦，看那件事情让我觉得很讨厌，看这件事情觉得，嗯，我虽然又觉得好快乐。我们好几种的喜怒哀乐心那种情绪呢，都纠结在一起。可是当我们的心如果能够变得化繁为简，简单下来，对很多事情不这么样的请求，不这么样的在意的时候，假设这是你的中心思想的话，比方说 我的中心思想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当我用这句话看待所有的事情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是最好的安排。哦，我把复杂现象化繁为简变成一句话的时候，我的心里可能就轻松许多。但这句话要实践，也必须要我们不断不断在心里面去做很多很多次的练习。好，好，所以执行研究呢，它带来的启发会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看到的事情是，不要想说我要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变成是一个我的论文里面的最完美的一本论文。没有人能够穷尽所有的意义，没有完美的作品。任何的诠释呢，都不能是全面的、无限的、绝对的。我论文绝对是真理，不可以有任何人推翻我的东西哦。好，可以，不会这样的哈。好，不会是全面的、无限的、绝对的、全部。反过来讲，我们的论文是片面的，收集相关的资料是片面的，我们不可能把所有东西包山包海都包进来，是有限的。我们时间也非常有限。是相对的概念的比较，而且是局部的。每一次我们重新面对呢，就会有新的发现，也就是刚刚讲到的正反合。如果你像苏格拉底一样问问题，正反合，正反合。他说在哪里反省，就在哪里有突破的可能性。所以反省要怎么样？心要能够静下来。心如果静不下来，我们可能还是会被很多的这种说乌烟瘴气的东西呢，把我们蒙蔽了。我们写论文也是一样，哎呀，看到那个资料，别人告诉我建议，看我叫我去看那个资料，别人建议我去看那个资料，哇，我们心静不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很难有新发现。好，我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我的研究论文呢？你要这样想，我的论文呢，可能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了。各位，如果你是作者，你平常有很多写书的习惯，
啊，那当然你可能会有很多的作品出来哈、啊。但大多数人，如果你写完硕士论文，假设你没有要再念博士班，没有写博士论文，或者是你没有走这个写书的路线出发，这种啊、假设不是这样的话呢，通常我们的论文应该是这样子哦，就是仅此一版，绝无再版。因为写完这本论文，你再放到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大概不太有机会说，老师，我可不可以再把我论文拿出来就修改？因为我发现我前面有个错字，我想要改一下，变成再版，不可能哈、哦。所以就仅此一版，绝无再版。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要认真写了，对不对？然后呢，从兴趣出发，怀抱热情来写，说其中发人深省，多年回首，你能够会心微笑。哇，这当年是我写的论文，即便是我的孩子在看到我的论文，也不会觉得丢脸。我的孙子在看到我论文，你会觉得哇，爷爷奶奶好棒，是吗？好，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啊、朱德群画家的一段话。朱德群画家呢是华裔的法国画家，他是法兰西艺术学院的第一位华裔的院士。他讲了这段话呢，我觉得非常的经典，好，各位参考一下。他说呢，只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老师，是他们的努力，不是靠老师哦。所以各位也是一样哈、哦，在开始的这段时间，老师可以帮助大家成方圆哦，写经研究有他基本的一些的规则，有些要参考的一些的书，怎么样帮助自己，然后开始写个案研究的这样的一个作品。但是接着呢，学生自己要能够破方圆，要能够打破规矩，慢慢的，你写出你自己的执行研究的论文的时候，你会有自己的发现，你不会被局限在过去的学术论文的那个窠臼里面。好，所以老师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帮助大家成方圆，包括大家上泰克老师的课也是一样，老师在帮助大家建构你那个方圆，你在上一些学理上面的课程也在帮助你建方圆，但是慢慢的你要把它融合在一起，正反合，正反合，自己要能够打破正反的那个规矩。好，反思，把人生当作是一连串的研究过程，你就会看到哦，其实我人生我也在不断的开智慧啊，对不对？写论文也在开智慧啊，你在写出一个新的智慧告诉人家，所以从中建构心知，还有体悟智慧，以知识当作是我们的一个根本，然后呢，以智慧当作是一个钥匙一样，不断的去开启它，然后开创你自己的美好人生。先自觉，先懂了之后，你才能够觉他，才告诉人家说：“哦，我写的论文是什么？”先利他则利己，想办法先去帮助别人，哦，自己也得到一些好处。好，以上呢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执行研究的内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进到问题与讨论。谢谢，哲学课，好，谢谢。这句课不难懂啊，听得懂吗？啊，好，谢谢传染哈，谢谢。好，我在想哈，就是因为执行研究就像泰和老师刚刚一开始所讲的，基本上我把它用在我自己的生活里面，不单单没问题 ，PPT 可以分享哈，用在我自己的生活里面，包括正反和这样的一个应用哈，这样一个辩证的思考，也不一定要征求，不一定要强求说正的一定要赢，反的一定要赢。我们跟人家相处也是这样，是吧？正反合，哎，找到一个是我们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点。那、啊、下一次又变成这个，又变成是一个正，会变成新的反又出来怎么办呢？没有关系，把心再静下来，正反合。OK， 我们还是那这每一次正反合就是智慧的累积哦，就是智慧的提升哦，就像是我刚刚讲的智慧为药，像是个钥匙一样，就打开了很多很多我们过去从来没有看过的，如何让自己的心能够更为稳定，然后论文也可以写得很好。好，有没有问题？最后，各位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有没有收获啊？有吗？好，谢谢，谢谢，谢谢。好，那档案的部分呢，我就传给嘉龙，好不好？我传给助教。然后呢，谢谢怡珍，谢谢淑敏，对不对？你们是好，你们是把信写在后面，所以定腾汪是。姓汪，名叫定腾，对吧？哦，我刚念错了，不好意思。好，好，我会把档案传给嘉龙，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再去参阅一下，好不好？好，那嘉龙这样 OK 吗？
嘉龙你在吗？老师，我先跟泰安老师报告一下，看要怎么传给同学。好，明天再传。好，我会传到你的 LINE 里面，你再看怎么样好了，好不好？哦，好，谢谢老师。好，谢谢。好，同学们有没有问题？好，没有什么问题。好，谢谢。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了哈。那再如果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透过嘉龙跟我再联络，都没有问题，好不好？我们就保持联络。那祝福大家弄完都能够顺利完成，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老师。拜拜。谢谢老师。好，谢谢，拜拜。